我们这个 SMI 这个薪资图来开始的话呢，一开始你会发现一进来有没有这个中心主题，那怎么办？点到那之后收收两下就可以改改字。好，当然右手边这边你可以看到，你把它稍微缩小一下，右手边有没有看到它的字体啊，这些字都有。好，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您可以注意一下是在哪里，在这边右手边呢，它事实上会有个架构图给你，有没有一个概要，所以你慢慢打下去之后它会有个概要，就是阶层跑出来，好，会阶层跑出来。那么如果你有需要要增加下面的，你可以从这边来插入主题，有没有它次要，那如果再插入分支主题，就是它下面的。但是平常我都是这样做啦，因为你用习惯的，老师要从选单走是比较慢一点，我们有快速键，对不对？ Enter 有没有多一个？ Enter 增加的就是同一层的。然后呢，你要它下一层怎么办？音色，音色，我看一下，我 notebook 的音色的在哪里？哦，看到的，好，有没有？在这里。好，所以你这样的话应该会比较快一点。反正同一层的就按 Enter。下一层就音色按下去，这样就好了。欸，这样就增加出来了。那预设呢，它会是以什么，你可以看到它有没有用这个顺时针方向的，对不对？那有些时候也许您的东西是不适合用这种顺时针的，这个时候您来看一下右手边有没有看到它一个架构的方法。欸，因为有些人他比较喜欢表格式的或者是类似组织图那种方法，那这个时候你可以从这边来变。但是要注意一下，点的位置很重要。今天如果我点在这里，表示是这个以下的受影响。今天如果你点在这里，是这里受影响而已。这样了解哦，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。好，有没有看到很多形状？对不对？鱼骨图，马上就变了，有没有？鱼就跑出来了。哎，那这里呢，你还可以从像架构图、组织图，就像这样。好。那以这里来讲的话，一般的组织图有时候我们这个分支比较多，是不是变得很多？所以我有时候会在这边再改成什么，改成这一种的树状图，因为这样我在多题目的时候是比较方便。所以你看，像我今天，因为我在这里为什么要变成这样？是让我平常在用比较常用的是这样预设的，我比较常用这样。可是因为我这边萤幕太小。我这样要给你看，是我要拉来拉去不方便，所以我就把它改成刚刚那一种方法。所以你看，我再把它改成这个向下的，这样我再是由上而下。好，那么这个是你第一种方法。那么如果说你要调整顺序，就是很轻松的，这个拉过来拉过去，有没有？或往上往下拉，这个我相信大家没问题。那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基本操作。但是平常我们在这样用的时候，如果你什么概念都没有，有时候一张纸给你好像很难，好像大家都需要有范本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好像我们做简报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找很多范本吗？对不对？他已经帮你把那些做一些美化啦。所以事实上呢，各位您要开始弄的时候也可以从这里，有没有发现他有给你一些范本？对不对？网络上还有啦，网络上还有，这是他软体里面内建的。所以如果说你要做笔记的，你就用这个。好，那如果你想要做这个脑力激荡，用这个，好，开会的、组织图的、专案管理的、流程图的。所以假设我今天要做脑力激荡的，点下去，全部都有。这样你有看到了吗？对不对？他是先帮你建一个概要的，那你站在巨人肩膀上就直接加进去就好了，这样比较快一点哦。所以你也可以从这边来这样，比如说，你看专案管理，他就比较用表格式的，有没有？好，表格式，当然有些栏位你不需要，你可以再把它弄掉。但是就是说，你可以比较快的先有一个概念的，这样就会比较方便。所以你从这边，像阅读笔记啊，这个也不错啊，哪一本书，对不对？书，你除了这样之外，你可以把那本书的内容就插进来，图片，好，图片也可以插进来。所以，请各位你先利用这几种方法，看您是要从头来，还是想要从范本来的，都没有关系，因为网络上你也可以找到很多。好，所以先试看看，给各位几分钟，大概十分钟左右，你先玩看看说，这个东西这样好不好玩。好，刚刚呢大家经过了几分钟的试练以后，应该会觉得说，还蛮好用的嘛，就是说你在
思考的时候很方便。那么，如果说你比较在意美工的话，事实上说真的，假设你不要太在意美工的，像 FreeMind 啊，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啦。我会当初用 FMind 是因为它在美工方面可以呈现比较多样式啦。好，所以这是它的优点。第二个是它是跨平台的，也就是你在 Linux、Mac、Windows 都有，所以你比较不用担心说我今天跟你的作业系统不同的时候，我档案怎么办？好，那当然，你如果说你是付费的，它在汇出的时候，您可以发现有比较多的格式可以，有没有？可以汇出 FreeMind 的，那也可以汇出 MyJet 的。那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要 MyJet 的？因为 MyJet 是新字符的第一品牌，所以他们大部分都还是会希望说能够跟第一品牌能够相同嘛。就好像我们今天用微软的 Word， 你用 OpenOffice 可不可以定储存 Word？当然要可以啊，我跟你不能沟通，那就是不行啊。你要怎么拉人过来？一定要能够跟他沟通嘛。好，所以但是呢，你看到后面是 Pro 的，这个都是付费的，所以一般我们汇出会比较有限制啊。哦，汇出的部分哦，我们会比较有限制一点。这样有吗？好，好，就是这个汇出的地方有没有？这个你有看到吗 ？Pro 的都是付费的。所以我们一般假设你要拿出去用的最常见的就是变成所谓的图片，好，变成这个图片，那就看你是什么格式这样子。所以如果以我这个来讲，诶，我假设这个，那它汇出去就比较少，因为我现在主题比较少，所以尺寸就比较小。那相对的，如果您看我原本这个很多内容嘛，所以这样我汇出的时候呢，档案质量就会比较大。有没有发现我的尺寸是比较大的？这样你了解意思哈，所以这是一个方法。那刚才老师提到说啊，那你的主题很多，可是这样的话我就不方便啦，因为主题太多，整张出去自然就比较小了。所以呢，还有另外一种方法。事实上呢，它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我在讲一个主题的时候，我只想专注在所谓的心智图范例这个范围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可以往下钻。什么叫往下钻？不知道的先按右键，有没有一个叫往下钻一层，快速键看到的，也就是说我今天进来的时候，我只想看这里就好了，麻烦你让我怎么样专心一点，有没有看到只有看到这里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分支可能内容也很多，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些缩图，哦，那个分支那么多，你怎么可能这样慢慢找？不可能，我可以就进来里面。那么您可以从哪边回去？可以从这里回去上一层嘛，也可以从上面，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所谓的现在位置？好，所以你可以从这边，也可以从这里，这是可以按的，我又可以回到外面来。哎，当然你也可以做超连结哦。什么叫超连结？好，比如说我在心智图范例，假设你觉得往下钻一层，我就懒得按，那怎么办？用超连结也可以啦。你看，所以你看我们这里。点到它按右键超连结的时候，超连结除了你真正连到网页以外，它还可以连到哪里？连到某一个指定档案，也可以连到您的哪一个主题。好，所以今天我都要连到某一个主题，我想要看的是有关于这个这里面的心智图范本。好，确定。所以我在这里的时候点下去，它会像锚点这样跳下来，这个是只有跳下来。好，这只有跳下来，但是刚钻进去是 F6 是直接进来里面。好，所以两个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但是都可以做连结的动作。因为有些时候你跳比较远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好，东西比较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像这样去跳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边可能大家会想要用的。那么相对的，刚刚这个附件超连结应该大家都会用的嘛，都是连结的一部分。那除了连结以外呢，还有什么？你看我们在这边。刚刚大家看过这个之后，这里我们在这个操作里面基本的使用刚刚讲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也有了。那还有什么平常都会用到的？下面这个，有些时候只有一个主题，里面有很多东西啊，对不对？我可能看到这个主题，我有很多参考资料啊，跟我们做简报一样，所以你要会插入备注，对不对？另外有些时候你可能需要用图片来做辅助说明，那图片做辅助说明有两种方法，那你是要插在备注里面，还是就在那个
我们那个项目上直接加进来也可以。那如果你真的附件很多的，就麻烦你用附件。哎，所以我们来试看看哦。您看哦，今天如果我在这里，我们先从备注来看好了哈。您可以从这边插入备注。哎，备注国馆上面啊，上面也有，这里也有，你按右键也有。平常我都按右键比较多。有没有个备注？点下去，有没有就出来了？好，我们就可以在里面打。那但是呢，这里的备注有找一个东西，找什么呢？找插入图片的功能。有没有发现这里没有插入图片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我平常有时候这样用，觉得这样不好用的时候，我会来这边检视，把它备注打开。有没有发现下面这里比较大，对不对？您看下面这边跟刚比起来哪里不一样？就是多的这个，有看到的哈。所以呢，如果说哎您的是图片，那你存下来之后呢，你可以把它直接从这边，比如说哎我这里有相关图档，点下去插入。这就进来了，对不对？那超链接那些当然都是一样的道理。好，所以你占用一下这个东西，哎，效果就还不错。好，像我现在这里这样就有，你看点它，它会在这里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哈。那么另外呢，这个我可以也可以从这边关掉哈。那我们刚刚还有讲到，你在里面插入图片嘛，图片刚刚讲的，对不对？备注。那附件呢，一样的，你点到它，从这边插入。其实附件大家应该都会，因为跟邮件一样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，你一样可以从这边。所以如果说万一您的档案需要有一些就是比较多的东西来支撑的，好，我想要跟它做连结，它就连结进来，而且它会自动帮你判断它认识的格式。那点下去就是，比如说我这个连到简报，它就是用 PowerPoint 打开。就会像这种方式哦，所以一般大家比较常见的主要是这几个功能。那么现在呢，如果你要再进阶一点的，那这些可能就不够用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我的东西实际上很复杂，就觉得简化不起来，怎么办？或者有时候不同人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您看左下角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各位应该都用过 Excel 对不对？Excel 有没有叫做那个叫做什么 Sheet 的那个功能，叫做工作表，对不对？一样的，它可以插入工作表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我要把我的主题分开？因为今天我在这里，你看滑过去有没有看到缩图？因为有些时候像我在主题画面，我希望我在这里，这里就是独立一个，这里就是独立一个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有些时候我们会希望有这种所谓的天外飞来一笔，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这种叫浮动主题，今天跟我的主题不见得有完全相关的，我只是要做一个说明而已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法。好，那您看这个叫做插入浮动主题，那您了解吗？浮动的就跟别人没有连在一起，但是要注意一下哦，浮动你一拉之后拉进，它会吸进去哦。啊，请问我要靠近又不想被吸进去，可以吗？好，这个帅哥那么帅，想靠近一下，但是又不能被他当女朋友，因为名花有主。开玩笑，你跟 Word 一样，按住 Alt。Word 当你在移动那些物件的时候，我要微调的时候是按住 Alt。对，所以你看我按住 Alt， 你要离他多近都没关系，他们两个不来电没关系。但是你记得哦，先放开滑鼠，再放开 Alt 哦 ，Alt 先放开就吸进去了嘛。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顺序稍微注意一下，好不好？所以你有些时候可能需要说做浮动主题去帮忙说明一下这个过程啊，有些时候是过程或者是需要注意的地方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。那怎么样插入我们的分页？就从这里来，有没有增加页面？嗯，点一下就可以增加页面。那请问，页面有了，总要会改名字吧？跟你室友一样啊。都就好啦。啊，你简单齁，很简单。所以真的其实它的使用不难。难的在哪里？难的是这个工具你怎么用啊。它已经有提供很多功能，你不用说全功能都要学起来，等你有时候你要的时候再来找就好了。也可以。好，因为它只是一个替代性的一个工具，希望比较容易把你要的东西整理好。
那以后我们在看我们的思路的时候就会比较清楚。